大家记唔记得潘晓彤喺《On Call 三十六小时二》入边饰演罗君满女朋友汤美宝呢一个角色呢？其实喺四岁嘅时候，潘晓彤已经喺闪电传真机做小主持。喺2014年嘅《一屋两家三圣人》同2011年嘅《天与地》入边，佢都有份演出。但系佢喺2014年离开 TVB， 并退出娱乐圈。《On Call 三十六小时二》同《爱我请留言》就成为佢嘅最后两套作品。同年佢加入国泰成为空姐，仲同外籍男友结婚。而家佢主力经营个人网站，分享世界各地嘅美食、旅游、生活资讯。佢亦都经常喺 Instagram 上载旅行靓相。虽然受疫情影响，暂时冇得去旅行，但系希望佢日后可以为大家介绍更多好玩嘅地方啦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揿下边01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